大家好，我是一梦小石，今天呢来到了这个北美冬青哈盆景园哈，咱们去欣赏一下这个北美冬青哈。因为这个季节哈，正是那个北美冬青哈结果实的时候啊，咱们一会啊去看一下，欣赏一下这个北美冬青。咱们欣赏一下这几棵北美冬青哈。果实啊红彤彤的，就和一个小灯笼似的，非常的漂亮啊。大哥，这个北美冬青多少钱啊？啊，这个北美冬青啊，也有卖70和80的，是在装铁是吧？这个价格不一样哈，还有还得分那个装铁的大小哈，价格也不一样哈。这边还有黄金哈，非常大的黄金哈。这黄金的造型啊非常漂亮哈。这个黄金什么价格？也是根据那个形状来的要价的是吧？价格，主要这个价格吧是根据这个形状和大小来分配的哈。咱们再往前看一下这个红豆杉哈。这个红豆杉的高度在1.9米左右，接近2米哈。这个红豆杉啊，一年四季的常青哈。咱们欣赏一下这一边，树丛非常的茂密哈，非常漂亮的红豆杉。咱们上这个花棚哈，来看一下这个北美冬青哈。这个花棚啊，北美冬青比较多。非常漂亮的北美冬青啊，结的果实啊也非常的多啊，寓意非常好啊，寓意着咱们日子越过越红火啊。这个北美冬青的价格哈，它不一样，老板说它有桩体，因为桩体的粗度哈，所以说价格在70-80左右哈。咱们欣赏一下这个北美冬青，十分的漂亮哈。这些北美冬青哈，不管是桩体哈还是造型哈，都非常的漂亮。今天的视频呢就拍到这了，有喜欢一梦小石视频的可以多多的转发和关注。